50元，居家清洁员不好赚。手超酸的好不好？居家清洁市场越来越大，苹果记者来体验高时薪的一日清洁员到底好不好赚？早上不小心小迟到。你进。是学员报道。迟到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没有用啊，守时是最基本的。是。你到顾客家迟到怎么办？想不到服装仪容也不合格。我也希望说能够稍微再短一点点。像您的指甲的部分啊，可能也比较长一点点。对。那最后就是整个那个胡渣啊。好，那也没有抽烟喝酒，严禁哦你那个手机的。幸好没叫体验员重新再来，赶紧先来上课再说。可以清到什么样的范围跟程度？单次居家清洁4个小时，4个小时主要的区域有两大区域，第一个区域是浴室，第二个区域是厨房。Oh no！ 不过其实最想问的不是这个，而是未来待遇怎么样。投入这个行业，不知道他的那个待遇啊、水平各方面，我以后还养得起家吗？这样，我跟你讲了，这个你放心。如果你肯拼肯做，绝对超过22K， 2倍以上。新进人员可以从250一个小时开始，资深的王大哥这一种的400块可能还请不到。所以是250到500，可能有到600，还是250起跳啦。对，比你的时薪高。啊，对，比我的时薪高，我现在可能不到200。这工作有做有钱赚，但前提是要通过认证训练，还有困难的临场反应。来问一下哦。哎，你们那个冷气机有没有帮忙顺便洗一下？冷气机哦，这个冷气机是属于我们单次的另外的服务，你就把滤网拿开来洗一洗就好了。哦，那可以。我们把卫浴跟厨房都清完之后就，还有啊，这个因为大楼帷幕的关系，这玻璃都很脏哦。你等一下能不能把我的窗户整个都拆下来帮我洗一洗啊？哦，好，这个我等我清完啊，你们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，那我要请你们来干嘛？今天就先不做了啦。手套戴着吧。年轻人不要怕脏，要算干净吧。这样不 OK 啦，这边都那么脏。下午准备实际上阵，心底还是有点紧张。现在有两位温景生先生要来帮你们做预计，那想不想去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厨房看一下。那我这样的问题算不大吗？整洁应该是还 OK， 就是针对这个洗手台旁边这个实力控，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一个去除。屋主清洁问题一箩筐，不过4小时清洁只能在卫浴、厨房大方向处理。重点在这边啊，你都没看到，这边那么脏。小小一个瓦斯台，居然花了快半小时才完成。第一天最花时间的是5金，凹凸面多，污垢特别强。清洁溜溜，很有成就感。态度我觉得不错，但是粗心了点。对，我们只要再更用心，用一点心，我相信一定会再更好。那师傅，那我请问，我这样可以领到1个小时250吗？你还要再努力一下子。还要再努力一下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